八月十四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曝光陈伟霆疑似跟超模何穗恋爱，两人还疑似已经同居，一时间引发网友热议。据悉，八月八日的时候，陈伟霆被拍到从健身房出来，而何穗带着超大防晒帽现身上车，和陈伟霆一起回家过夜。在十一日，司机将陈伟霆送到高铁站后，又开车回陈伟霆家接送何穗去健身房，等对方锻炼结束后再接他回家。在十三日，陈伟霆坐高铁回家，司机还是开着同一辆车去接送，并再次从陈伟霆家里接出何穗，送他出门办事。两人疑似是已经发展到了同居的地步，不过网友们都非常震惊，因为何穗和陈伟霆之前好像并没有什么交集，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。不过两人俊男靓女还是很般配的。陈伟霆绯闻不多，但也有着大家熟知的几段恋情，不过分手后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幸福。他和陈伟霆之前并没有什么合作，不过曾在2019年撞过衫，两人都把衣服穿得很是亮眼。但陈伟霆和何穗的社交动态都没有什么恋爱迹象，还是等待两个人的回应吧。